大家好，这里是南妹厨房，好久没有给大家做面食了，今天就分享一个在家蒸花卷的技巧，出锅白净又松软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首先，盆中准备一斤面粉，发好了，盖上锅盖，用大火烧开，蒸20分钟。时间到了以后，焖5分钟再打开盖子。我们打开看一下吧，哇，好香啊！白白胖胖的花卷就做好啦。咱们这个花卷虽然只醒发了一次面，但是蒸出来也是特别松软的，而且这个花卷的造型也很简单，筷子夹一夹就能成功了。这样做的花卷特别的蓬松暄软，好吃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哟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